来让主任开心。好。就是啊，有一天皇上非常面带忧愁，太监就问皇上说：“皇上您怎么了？”皇上就说：“朕怕朕一生都得当皇上。”太监就说：“皇上，莫非您是得了帕金森氏症？”完了，没有人知道。讲不笑话。来来，让你开心。啊，因为会让别人想的时候，那个就会再想一下下那样。哎呦，不像那种很简单的，有一天寂寞出去外面被人打，然后寂寞说你干嘛打我？然后说啊你不是很翘，啊你不是很翘，啊你不是很翘。